虽然阿英答应让你跟着，但我们现在有正事要办，不能老是带着你。你以为我愿意跟着？我知道有些事情很难放弃，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别老放在心上。走了。 在这好好等我们啊！真不去，那好吧。就这点能耐，还想困住我？也不问问我这九尾之身，答不答应？ 说谁呢，臭鹰！哇，下死手啊你！你给我撒开！怎么了？别说话，安静点。没有！我让你别说话。 出去啊！你要是放我出去，啊，哎呀，敢戳我的眼，还治不了你了。哎，阿姨，你这次还能感受到梧桐树吗？试试。 真行啊！没想到那么顺利。 之所以不让红衣跟进来，是因为两百年前仙妖大战红衣的父母，就是死于天后白芷之手。什么？仙妖大战时，你母亲白芷背信弃义，杀我父母，这笔仇我回你一棵生辰树，你也还不清。姑苏当年你杀我不少族人，仙妖两族的恩怨何止这一两笔血账？我本不计旧仇，你既先来报，我便留你不得了。 你们把这狐妖带走吧。多谢陈敏殿下。多谢陈敏殿下。阿九，我知道你记恨当年之事，情有可原。
但就像我方才说的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如今陈敏公主已让我们取走仙缘，也同意不再计较生辰术之事，你也退一步，行吗？山大阵现在反倒成了我们的帮手。这灵气乱了，我看是那个陈敏不肯放过我，背后使绊子。以他的功力肯定没必要耍这些手段。你先别说了，这出口都看不清，怎么出山啊？往一个方向走，不可分开。一个方向？哎，我跟阿英有一套联手功法叫镜花水月，关键时刻可以保护她。我牵着她，你在前面走。叶爽，小事一桩，不足挂齿。哼，拿个翅膀扇呀扇，扇半天有什么用？这不还是看不见吗？你就少说了。你什么你要干什么？真是不知足啊！早知道我让那个飞镖逼你脑门上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这，我们现在都是自己人。别再吵了，谁跟他是自己人？好了，现在困境当前。能不能先聊点正事儿？一个地方的灵力突然出现变化，除了天地出现异变，只有一种可能。护山大阵。你们看，现在护山大阵已变成了魔阵。难道是魔族？他们乱了归墟山的护山大阵，想要把我们困在此处？恐怕就是如此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我听说鹰族有鹰眼大法，可以于万里之外洞若观火。那是自然。这是一块结界石，可以暂时打破结界，但需要你帮我找到阵眼，我就可以想办法暂时控制这个结界。帮你们可以，但是你们要答应我，以后不会再让乾坤带来对付我了。嗯。还有你，以后不许再对我使用媚术。再啰嗦几句，我们谁都别出去了。